观众下午好，欢迎您收看由五星体育为大家现场直播的第七届应世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决赛阶段的比赛。那么今天呢是双方第四局较量。那么在前三局的比赛当中呢，是中国小将范廷钰2-1暂时领先于对手。可以说对于范廷钰来说，今天的这场比赛如果他能够再次获胜，将赢得全场比赛，并且将成为第二位获得应世杯冠军的中国棋手。那么在历史上中国棋手当中，仅仅常昊一人获得过应世杯的冠军。那么在此呢，我们也祝福中国小将范廷钰好运。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两位讲棋嘉宾，他们是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汝南八段以及上海棋院副院长刘世振先生。那现在我们就掌声请出两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和前辈王汝南老师一起给大家搭档讲解这个应世杯的第四局。王老师你好。你好，各位棋友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跟世振一起讲，我们刘世振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上海棋院的副院长，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实力派棋手，不过现在好像有一点转的方向了，是不是？对对对，这副院长一当这个目标不同了。对，方向不同了，路线不同了，更多的是推动和发展这个围棋事业，在做一些这个普及和管理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讲解，我想恐怕这就是这个主旨，对，是吧？那个王老师，以前呢，我是经常坐在这个小棋盘前，现在呢，经常站在大棋盘前。这个就是我们工作重心的一点变化。是。总之，刚才主持人已经跟大家讲了，今天这个棋啊，应该说是对于小将来说是一个很紧张，也是一个很考验。对。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在拼搏的时候啊。往往呢他抱着一股只要向前的劲头就可以了，往往一旦看到这个冠军的曙光就在前面，这对于没有拿过冠军的人差不多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在他的这个心态上面会有一些变化。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能不能经受这个考验。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看这个棋吧。好的，一面看我们再一面再讲解。对对对对，今天范廷钰是黑棋啊。这个过去大家知道，因为范廷钰一定坐在这个方向，我们的规矩大家过去讲的一定走在这个啊右上这个方向，让呢对方呢这个容易在那个方向下子，对吧？这是过去的一个。现在呢，我看这年轻一代好像不怎么受这个影响，你下在这儿，他也没往那边下，他还坐在这一边，他就往这边走。但是这个呢，要跟大家讲，也不是朝廷。这个朴廷桓好像故意的这么，因为他你要走在星位，大家注意，那他还要走在这个地方，那就多多少少有一点故意了，故意或者是斗气或者是对你不领情的这种意思，因为下在小末大家知道跟这个布局的选择方向有关系，如果他放在那边，那可能是范廷钰啊是按照他的预想，他在这个方向也可能走这个角，走错一种，对，是另外一种布局了。所以现在这个点，这个朴廷桓他走在这儿，可能还是有点选择。他想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态度，是不是来这个啊？对，做一个选择。那么范廷钰还是回归这个。白棋呢也是这个，黑棋就挂了，黑棋先挂角。总之，我们昨天前天看过，大家知道这应世杯的这个比赛的用时啊，跟别的比赛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时间比较长，是3.5小时。现在我们一般的棋啊，很少有3.5小时，2.5小时已经算是长的了。对，以现在的这个节奏来看，我们是越来越快为主。对，它适应这个整个社会的节奏。对，是吧？过去日本人是下2天的比赛，在以前干脆没不现实的。那个时候可能，一方面是这个时间比较充裕，另一方面可能那时候器材也决定不了，也没有时钟。对，两个时钟的也没法限定大家的时间。那么后来呢，就2天的棋。现在呢，实际上呢，这样的棋就比较少了。日本当然还有，那个一些大的决赛还有2天制的时间，但是比较少了。我们国内呢，或者是韩国，都是越来越快，很多比赛甚至是一人一小时的。对。我们刚接触那个龙兴杯就是一人一小时。就是一小时。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现在转播越来越多啊，电视方便电视转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棋呢，由于时间长，客观讲呢，他们思考的还是会多一点。对。这盘棋我觉得他们还是
比较的利用这个时间的这个东西、下了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对，我们现在因为是已经是七届英式杯了，从第一届英式杯我们在上海就办过，当时跟大家讲解的是啊，很重要一个内容是给大家介绍这个英式比赛的规则。那个时候贴八点，在第一届在上海搞的时候是引起了棋坛的议论纷纷。好多选手呢开始觉得这不有点乱搞吗？怎么突然搞贴八点了，对不对？现在回过头来看，印老先生也有觉得，对不对？他作为一个业余的热心的爱好者，他那时候就想这些问题，他做很多统计，他认为我们那时候贴五毛半好像还是黑的有点太占便宜了。但是当时包括职业棋手包括我们在内都觉得好像贴的太多了。经过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中国的规则现在也是3U 4/3了，实际上跟他已经跟他基本上接近了。对对，所以呢，英老先生还是很有远见的。王老师，这里说一个那个小插曲，就是当年赵志勋啊，就是下第一届联赛的时候，他就说过，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贴八点啊，那不如贴13点13目算了，反正猜谁猜赢了就赢了。对，他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抱着很不理解。现在我估计他会理解。是因为这个一个呢，印先生他是有这个计算，通过计算说这个多少盘的黑棋，贴五半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当然这个呢，里边也有一些心理因素没算进去，跟大家讲，这个我要客观讲，就是说，因为你贴五目半。这个黑棋在盘面一旦要好6目了，他就觉得我不拼了啊。所以呢，这个里面也有一点点心理因素，但是呢，从总体看来，它这个统计啊，还是有反映到一定的对效果，数据还是很准确。对，一定有。所以我现在时间证明了，我们现在贴了对，等于得7目半嘛。现在我们等于相当于7目半了，对吧？所以现在也这个合理。现在呢，大家已经适应这个了。但是不管怎么说，由于贴八点，这个。白棋的这个心态就觉得我可以从容，黑棋的心态就是觉得要加强进攻。因为到现在为止的决赛的三盘棋，大家要注意的话，都是拿白棋赢了。到目前为止，这两个人的三盘，谁之白是赢。白棋的胜率相对来说还是偏高一点，对，可能说，这可能是个多少也有一点这个心态。今天呢，这就是看持续白银还是一逆转，但是这个逆转呢，就是根本性的了，以后没得下了。对，今天拿执黑能赢就解决问题。现在是来挂角，这个方向是吧？那个这个方向，他。小飞，然后他来个中国流，中国流，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一方面常见，一方面大家就注意这个地方，对，这就看着一个速度。本来那个地方挂完了，黑的一定要告一段落，就定时告一段落。那个告一段落的话，应该是白棋先手。对，这边严格意义上讲，挂完了也应该是要。白棋先手的，因为你不管你们飞了以后，你拆二，你看，或者说你就直接走回来，都是白棋。现在这个棋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贴八目，或者说我们现在七目半，或者说贴八点，这个黑棋的态势都是比较积极的，速度比较快。你看大家看得见。对，黑布局经常是追求速度的，对。现在是二尖加。啊，这一加。对，按加的时候他是小飞了一个。小飞了一个。对。他这个意思啊，实际上大家注意，这个小飞啊是呼应这个角，因为这个角啊，你虽然脱先了，随时被人家在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你一退，他一长，你一拆二，这是一个这个局部的一个长形，这个局部一长形呢，大家知道白的这一长以后啊，白的发展方向显然是向那个方向，所以呢，黑的就先走一个小飞啊，等着你。就是说，哎，我就限制了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的选择。对，王老师，现在好像我们的棋更多的往这方面发展，就是说他不一定非要在这个地方先走棋的，他就把你的这边的发展方向限制，就是减小你这边的
这个作用，它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自己这边的效率会更高。我认为啊是这样，因为我们我跟你当然一个也各自带了，在建立可能一代的还不止。跟大家讲这个，如果从技术的角度讲，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下棋啊，整体讲呢，我们还是学习日本的啊。至于我们这一代新中国的这一代棋，都是学习日本的，嗯，所以说日本的围棋理论在那个时候的理论，那么都是讲究的比较现实的平衡啊。对，现在这个年轻一代他又发展了一步了啊，就是等于现在跟大家想的跨越了一步，是我也是要限制你的，也是要一种平衡啊，但是呢等于跳跃式的了，对，要追求更加追求效率了，对对对，更快的，嗯，他断这个，对，这个依然是比较大的，也是对，这个其实是他用很，这很实惠的，对，这是很实惠，毕竟你这个地方没有完成这个定式，对，还有一个大家注意，因为这个方向有白子，嗯，一旦白的在这打一手啊，这个间隔大家看看。一二三四五六就变成间隔六了，嗯，这个幅度啊还是应该是很舒服的，因为你打进去你有危险，你打不进去那我这个空就扩大了，所以这个断呢为什么大呢，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恐怕都还是双方这个预料范围内的，对，还是比较正常的进程，还是一种均衡，嗯，这个你断了他拖了一个，对，这个实质上就是告诉你啊，那个脚你拿了，这个脚不能再给你拿了，因为这个地方呢，大家知道，如果，特别是这个是个拆二的，一旦被白的在这地方走一个，嗯，似乎黑的就这个子啊，就不能再要了，似乎是这样，嗯，刨当然可以，你这样刨被他一点，你看它很重，就一路往外逃了，那这个下边差不多都是白起的，所以呢，黑的就在这脱了。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讲的啊，我们讲的这个常见的一种局部的一种定式了，对，也有人啊跟大家讲，有时候棋谱大家如果要看多的话，也有人这样走的，这也不是没有，也有人这样走，嗯，这个呢是一种选择，可能在特定的时候，我感觉是在特定的时候才走这个棋，对，正常的情况下呢，现在大部分人都这么呢，他这样就地的，嗯，尤其是白棋二间架的位置的时候，对，就地就生根了，走这个，这个棋呢是大家就注意了，因为也有人或者说也有一些情况黑棋选择这个吃的也有，嗯，这更偏重于实地，黑棋挡一个，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呢，你无论如何这个脚是被他吃掉了，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是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变化，对，这个是白棋先手，对，这样呢白棋先手，黑的呢就完全到脚上去了，嗯，那么现在呢实战当中大家注意，黑的这度过，那我们一般的感觉就是你自然这度过了，不让我吃掉了，我当然就从这立下来了，下一手呢这个棋可能对我们爱好者而言呢会觉得哎呦怎么这么老实，对，什么样二路虎一个，对对对对对，这我们爱好者而言，这个呢大家注意，范廷钰第一他的棋风，你看他只有十七岁吧，嗯，我们上海的孩子只有十七岁，当然很厉害，十七岁就还没有生日还没有到啊，就算我们讲的十七岁站在这个围棋的世界大赛，如果站在体操跳水啊，这个我看大家很比较能接受，对对对对，总觉得这个围棋比赛过去，在更早一点60年代大家认为下围棋下到一定都是老头，对不对，现在因为长浩啊，嗯，这个鼓励啊，这些年轻人起来，大家已经知道了年轻化了，对，可是这样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大家还会觉得哟令人这个刮目相看，但是呢这个孩子更引人注目，就是他岁数虽然小，我看这个精神状态的样子有一点像李昌镐的，对对，有点这个架势啊，有点这个意思，对，我看也是有一点荣辱不惊的这种镜头，他王老师我记得，我因为他是上海棋手嘛，很小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了，他不是现在有的啊，他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这样的这个架势，哦，现在当然就更加的往这方面发展，他不光是表情啊或者神情，他的棋风也有点像，那个他那个时候是不是也那个时候也有点崇拜李昌镐，
可能是经常看人，因为他的棋风有点跟李昌浩相像啊，所以他先从人模仿棋，也可能是潜移默化吧。我们刚才呢，这个现场观众们，电视画面我刚才瞄了一眼呢，嗯，这个范廷钰啊，好像离开这个赛场的这个上洗手间去一趟，嗯，这个大家也知道，因为我们围棋这个比赛很长，你不能够不人道啊。不然离开座位不行，所以呢他是允许你随时的离开你的座位。当然如果在这个时候人家落子了，人家也不对你不客气，那时间就用你的了。所以呢这个什么时候离开座位有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也有讲究。对，也有讲究、一般的呢估计要对方要长考了啊，对，我就出去，这个第一是洗手间，也有的呢是出去走两步啊，实际上是一种清醒的，走两步，哎，因为一直埋头在这个地方，他一直处于那个紧张状态，也清醒一点。还有个呢，我国内赛场上有时候也发现，有的人为了赶时间啊，趁你一上厕所，我赶快就下子，这个是好是坏，这个很多人也总结了，有的时候啊想抓这个时间啊，如果考虑不成熟。反而吃亏，所以说这个上厕所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心理战，让你这个有点焦躁。对，我们刚刚讲了半天，讲铺垫是这个棋，老老实实虎一个，对，正常呢是出头也是，大家知道也有很多人是走这个，对，压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头三个子啊，再有个软头啊，那将来靠这些东西啊，都是还有些利用，像这样的棋，只有这个非常老成的人。吧，很，你看很慢，感觉，比较喜欢，比较喜欢，就是所以这部棋也是值得我们欣赏的。王老师也有一个，就是按照常规来说啊，就是虎一个呢，比较担心白棋这个跳啊，比较担心这个跳啊这个跳被封住了就。对，这个跳大家知道呢，好处当然是封，弊端大家知道，万一被他这样先冲一下，你不知道走什么，先断一下知道走什么，对，这是一个难点。这个段呢，他如果现在的话呢，他就站在外面，这两个子就弃掉了。对，大家就注意知道有这种变化，有这个问题。因为先一段要考验你吃，如果你一吃的话，那就你对他马上就这个有问题了。这个一定要注意。为什么你讲的这都是需要考虑的？如果你这样一冲，你断了以后呢，就被他一打，对吧？你这个段现在肯定来不及，肯定藏在这儿了，这是肯定的。所以这个里边的这些变化次序一定要下好，对，都要注意的。对，王老师，这个呢，因为现在呢白黑棋觉得他就是现在他冲一下啊，然后团一下，这个地方正常的定型啊，就不让你打了。对，不让你打，这是这个局部的一个定型，然后白棋粘上，对，他现在有一个问题，他现在可以尝这个，然后一走这个，他一拆二，他觉得这个配置特别的好，他有这样的一个考虑。那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市政提醒大家的就是每一个局部大家都要想先后手很重要，你是在这个局部我是抢先手还是落后手、我落后手不怕，也有很多场合我落后手不怕，我只要点实惠，那边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好点，像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什么呢，这样如果花的手速多了厚了以后呢，给他一尝啊，感觉到这些好像发挥作用，对，如果白棋一长他一拆二，这个后势发挥不出什么太大作用，对，有这样的一个考虑，所以呢所以他虎一个也有他的这个全局的这个考虑。围棋这个呢就是当然白棋也要想到这些，那白棋我也可以暂时不走，对，白棋走的是这个，这也是很刚才我们也讲的很实惠的，中间有陆路的间隔，现在黑棋飞出来，既然你那边走着了，我这边不让你走了。对，如果再让白棋跳卒，那白棋这边的这个形势就比较饱满了。这都是按照我们布局的这个大场来说可以看得见的，因为这边你看已经有中国流了，那边有新呢，反正我这样就限制一下总是不错的。对，白棋这个就是正常，可能王老师我们觉得这个拆一般是拆二，我牢靠一点，但是显然拆了他就怕，这主要二路有个子啊，对，这地方假如他那个真的就这样逼住你，你看你这个拆啊显然是不安宁的，二路有子了，这里面就不牢靠了。对，所以呢他选择了这个尽量要快一点，又是先手又是清零，所以这种手段可能大家要学习，要学习，因为很多情况下注意大家不考虑这个下边的变化，
这个对付着中国流这样走，一般都是会黑的走这，或者黑的走在这都是有的。嗯，但是无论你走什么，它呢就接着走好了，它就这块基本上安定了。嗯，是这样，它是立刻打入了。啊，跳了一个，跳了，还是跳了，跳了一个，跳完跟他这个交换啊，再打入，嗯，确实，这个棋白棋就这么走两个脱先了，黑棋确实有打入的心情，嗯，他心情在这，对，竟然敢，就这么我的势力范围之内，你就这么隔两秒就算了，即使这里面不断的从，就是这个方向讲，至少已经有三个子面向这边了，对，这边也有三个子面向，所以打入也是会我们很容易想到的。不过打哪而已，打上面还是下边也有讲究嘛。嗯，如果打在这儿的话，那也是是吧？嗯，就搬，它就断掉了，就断。然后呢，大概就再爬回去吧。嗯，爬回去啊。嗯，哎，这样好像更加的激烈一点啊，嗯。如果说白棋就是被断开的话，我觉得很困难。如果白搬，搬我就搬。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变化啊，搬粘黑棋就粘上，就粘掉是吧？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挺厉害的。嗯，也只有这样打了啊。这样打就只能差不多是一个弃子的状况了。如果这两个还要跑出来，可能会比较累。嗯，能吃得住吗？问题在这怎么吃呢？这个被现在冲出来了。对，这边有没有固门呢？假如这样的话，就拐出来了。让他拐出来，那边有点重。好像打在上边，应该说也是。也有这个，他会不会担心白棋就打下去？就是最比较看看、这个、啊，如果搬黑棋搬过的时候，黑棋先爬这个、爬搬，我搬了我就有没有打下去的手段？这都是相当的，如果断它就转换了是吧？对，断它这边呢也可以弃，它就冲出来也可以弃、嗯、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变化，这个变化蛮挺复杂的。对，实战当中虽然没有走出来，嗯，这两个啊，再把这个拐吃，还能拐吃一下，拐吃一下很舒服、嗯、然后这个脚挺大的，也再冲下去，冲下去。对，这个地方呢，这问题出在什么呢？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嗯，对，这个还黑棋欠着棋，始终是块心病。 对， 对，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就那个地方，因为你长，它在长里似乎不敢随便动，一旦动一个后手就在这儿了，也可能这个虽然没出现范廷钰，这个可能都想到了。对，这个因为对于黑棋来说呢，这个局部它这个打上面更加的严厉一些，嗯，但是呢它也要考虑到对方的反击。对，所以这个棋我们摆这么一些变化呢，给我们爱好者了解，就是一个职业棋手跟我们爱好者下围棋实质上是两个概念。我们爱好者下棋，我是到处宣传我们应该是快乐围棋，对，怎么样下的我们高兴，对吧？当然我们也想提高水平，可是第一位的是我们高兴。职业棋手不一样，他每下一步棋实际上我们叫呕心沥血，想得很深，算得很远，所以这个就是很难度，也就在这个地方。嗯，职业棋手想的怎么赢棋。嗯，好，这个地方是在这打入了。这个局部大家可以讲到，正常情况你走的这个你一退，那他这个打入啊就成功了，不论是退回去可能也就够了。对，这个棋非在这等着你们，所以这个棋呢，但是这一步棋呢，嗯，是我们没有预想的。对，白棋就是白棋的这个下一手。对对对，因为这步棋正常情况不是上打就是下打，上打或者下打。对，基本上没有，好像看不出还有任何的对棋可以下。对对 对， 对，因为这步棋是后台
研究室里面大家都愣了一下，啊，说这个棋怎么还敢走在这个地方？啊，因为我们的一个直觉，这样的棋，第一杆的不老筋不动是这个，再说回来，我们这样如果解剖一下，嗯，就变成这样的棋了。对，那还看什么呢？你看，让你这走一个这个黑棋，那这个这被捅一下，这个白的这样子，简直是，简直没法看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步棋是大家都愣了一下。对，非常意外，是不是感觉上这个输入棋谱有点错误的感觉？对，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后来的呢，这个棋呢，我们只能说，如果从正面讲，只能叫艺高人胆大。嗯，就是在这未定型之前，先考验一下你这个脚，你是虎呢，还是利呢，还是尖呢？实际上就是考验你一下，他决定他这边怎么走。对，王老师，普通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如果要脚的话，黑棋我就虎一个。虎一个，哎，这个是大多数情况下大家是知道是虎比较多。对，这边没有子的情况下呢，也有人要想尖的，这是也有的。对吧，这个虎呢，大家过去正常，你我撇开这边不讲嘛，将来白的有一扳，你一打他这一打有这个打的便宜，对吧？但是那边肯定就不能进去了。这个力呢，因为显然被他这样一走一折，因为有两个断头一挡啊，你这个棋不好吃他了。对，这个力被一长，他这个断点比较多。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他长你必须挡，一走一他再一挡，你这个断受不了。嗯，我们都讲的撇开这边的变化，所以呢绝大多数这个，现在他这个是走一个这个，那显然呢是作为黑棋来说，后来的变化来看，我觉得他是不想让这边白的有子。对，只能这么解释吧。对，嗯，他是在这走了一个，嗯，因为更看重于这边。对，不是这个地方，我估计你要在这边呢，因为这有子，他可能就这样打了，这样退了，啊，可能是这样吧。假如是这样的话，因为这边等于这两个是先手的，对，有啊，长一个有先手，嗯啊，这样它的联络上就会产生一些困扰。对，本来可以拐过，它现在只能跳二路跳过了。嗯，对，这样的呢，估计它是应该是这样一个，考虑，实战当中这一盘棋。这个时候后台呢也是各种研究，一第一杆我刚才讲那个了，后来呢大家稍微琢磨一点呢，很多人还想走这个，这也是一个让你打中了，如果你退的话呢，当然打中了，是吧？嗯，这个变化呢，开始大家是这样觉得，这样搬一个，就是白棋等于是一个转身，可能对一个转，后来呢大家一看呢，有可能会挖一个，嗯，会更积极一点。这个大概就变成一种转换。后来摆了摆图啊，就是这一步棋啊，嗯，说明还是还有他道理的，很厉害啊。不是说随意走的，因为我们的感觉，当时第一感觉的这个胆子太大了。对，在这个万分火烧眉毛的时候，他跑脚上。对对对对，第一感当时这样，但是实战的这个结果，如果不管怎么搞，白的都还有应对的方式。嗯，那你补了，我就把那个脚给活掉了。还是有它高的地方。嗯，还是这个飘天丸的战机。对。也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如果被挖的时候，如果不去借用的话呢，这个局部白棋是不太好应的，嗯，不太好下的。对，打上面跟打下面他都可能都觉得不满意。嗯，这个地方我觉得他拿过一个冠军，还是拿过一个冠军，拿过一个大赛的冠军。对对对对，农心杯他又终结了我们，就在前几天。对，又在上海，那所以他是有相当高的水平，确实是相当高。等级分他是不是也等级分韩国排第二名啊？对，嗯，王老师，我就是在上台前呢，这个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下朴廷桓的特点。其实我也在纳闷，像朴廷桓这样的，也不过就是20岁左右，嗯，怎么就那么厉害？很全面他的技术，嗯，他们说朴廷桓没有任何的爱好，
除了下棋没有任何爱好，全心全意。哪怕范廷玉，他好歹还看看书，嗯，他连看书都不看。昨天一整天他在房间里下了一整天的网棋，嗯，一直下到凌晨才结束。这个也是令人吃惊的，很不容易。因为我们过去作为我们这些职业棋手来说呢，感觉到比赛的头一天，无论怎么也要放松，不要说下一天棋了，嗯。头一天恐怕就要开始休息了，我们过去稍微摆个一两个小时差不多了，嗯啊，所以我们讲了他对这个围棋的这个热爱，这是没什么话讲。对，可能他有这个实力，也是他的这个功夫啊，花了确实是多，时间花了，时间也花到了。对，他说他打开手机没有任何东西，就是手机里面都是棋谱啊，在机场坐车到机场打开手机他就是看棋谱，嗯，没有任何的爱好，这个挺可怕的，嗯。是个可怕的对手。对，我们因为大棋盘，我们讲这话呢，电视机的观众也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从现场这个情况，如果从表情来看呢，好像范廷玉的头埋得更低一点，嗯，是吧？一般来说呢，根据我们外表看，低一点呢，就是你要更专注一点，嗯，或者说是紧张度更高一点，对，是吧？嗯，那么我们现在实战当中，大家这也是令人吃惊的，也就是说，跟着我们在一起研究的我们的总教练于斌和这个领队华旭明，他们呢看到这个棋，然后这个结果来看呢，都稍稍显出有点担心的，嗯，就觉得这个棋啊，这一边自然这样子走成这样的，那这个棋那当初呢当然是虎上什么的，比如果你现在白子再走呢一定虎上，嗯，现在在这一走啊，这个脚上这个子啊有活力，大家就会感觉到好像这个比他吃了就在这儿，哎，并不一定便宜，就感觉这个靠明显被便宜了，嗯，然后呢黑棋这个也不敢打上去，不敢打吃，哎，然后开始以为是不是敢这么打吃，嗯，也看了一下打吃的话呢，比如说这个立刻就这样打了，嗯，他就靠这种冲的，对，这劫财，劫财呢冲呢来不及，要先冲掉，嗯，要想打这个劫财啊，是要只有先冲掉以后再这样吃，是肯定是个劫，嗯，因为这样一吃，因为你如果现在这样吃这个不好吃，对，他会回答就粘上有回旋，你再走这个人这样走了，嗯，你这样打呢他就这样打，可是呢大家注意，如果这只有一个劫的话呢，有可能这样讲的是不是劫，这也是个问题，所以呢虽然如此，这个黑的这样的还是太重了，他觉得有负担，还是太重了。对于这个劫来说呢，白棋的负担相对轻，还是太重了，所以呢他还是立了，嗯，立了呢被这样一跳，嗯嗯，我实战看到这样，我就觉得黑棋这个脚上的这个效率啊，确实是不是很高，嗯，啊，所以他们多少是有一点这个有点担忧，对，有点担忧，在这个时候，对，嗯，那么从现在这样以后，黑棋自己在哪里走了一个，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啊，他就黑棋跳了一个，嗯，这个招法，有人。在那儿，因为我们那个研究室有各种各样的，嗯，这个爱好者也有，对，有人就担心说这样是不是会安乐死，对，那个动不了劲了，你搞搞空谷歌，嗯，但是呢也有人说了这个事儿，竞技场上往往只好叫胜败论英雄，如果这个棋啊就这么下下，黑的就最后赢了，那么我们只能做另外一个解释，你看看这范廷玉太厉害了，兵不学人，对吧，这个不用怎么动什么的，真当真枪，你看这棋就像这样的棋，我们只能说有这个镜头，嗯，完完全全，因为这个地方好像都该走啊，也不是他也没有就，啊，就这么下去之后对白的也没有什么影响，对，自己就要跳一个，没整治你，好像这块棋也是我们为了着急觉得这是不是吃亏了，人家一点不着急，也不着急，嗯，这是他的一个特点，白棋好像是从这儿来，白棋拖了一个，这个地方还有拖，当初的这个靠一下确实便宜不少，嗯，这个棋要完全吃它，所以就不太好吃，嗯，对，那么他就在这儿走了一个，白棋这个地方的手段棋友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啊，嗯，他这个地方靠完之后的手段下得挺好的，白棋这个地方，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盘棋，总体讲呢作为我们欣赏的角度讲呢，嗯，很值得玩味，对，他的很多手段蛮实用的，很值得玩味，嗯，但是呢有这个立场的人呢就有点担心着急，是这个棋大家就又是有一个
要注意点一个，因为普通的大家知道自然挑这个，我们爱好者一定有这个感觉，在有个尺的情况下，第一感或者说这个拼了命，这个头要扳他一下，这是我们大家经常能够看到的。但是这个棋呢，白的也有担忧。为什么有担忧呢？因为怕什么呢？如果要把黑的回去，那当然白的就高兴了。好像回去之前，黑的可以做交换啊。这个打吃了，再打吃很厉害。这一打吃啊，这个白的就难受了，因为怎么呢？黑的只要一抛回去活了以后，自己抛了以后，白的这个地方将来不知怎么活，因为走这步不活，对，这一大飞，走这也不活，那就要靠什么呢？要靠从这条路往外钻。这个路啊，因为钻呢，这三个字啊，或者说将来这次床上这四个字，可能都够呛，所以这个棋呢，虽然极为想搬，可是没敢搬。要做一个先期的工作才可以。对，这个高手现在对自己的棋的弱点的防范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他们都要想到了。这个棋呢，它是在这儿点了一个。这个棋呢，跟大家要坦率的讲，这点一般的不能用。俗手。对，因为你这个点，如果同样点的话，显然点在这儿好。对不对？对，因为这边有空。对，这个对这个又空又好，对这个防护也好。所以这个点呢，实际上是心里是不愿意下的，但是呢，就是看到这有毛病。那么这个大家又想着又来了，若我还这么来怎么办？跳一个，那点着会有所不同。对，大家觉得还怎么办？所以我下围棋啊，有时候说，难也就在这地方，就是走完了以后，实际上你都要算到。你算不到的话，说我要应酬一下，多一个子就管用嘛，也不见得。对，因为这个棋，在这个的局面，大家注意，如果你还是这么打，可能反而亏了，可能。对，如果还是这么，还是只有这么打，那你还是那个结果从那种钻出去。但这地方呢？朴廷桓，我估计虽然他没演示出来，但是估计啊，很可能他是有这个招法。你看，如果你粘住，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啊，你看，他是这样吃，你跑不掉，那你一定是只有这样粘上。这一来啊，尽管白棋有担心的地方，但是黑棋大家一看。这个棋也要往外乱钻了，对，只能这么往外钻，大家看的是很难受的，本身棋形就很难受。给他脑袋一扳，对，被一扳呢还不能够单走这个，对，因为这边白是长线手，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里面呢，为什么要走一个这个损的棋肯走，这是第一。第二步，损了之后可能出现什么情况，这都是对我们这个爱好者啊，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对，客观讲呢，如果我们下快乐围棋啊，也可能不需要算那么多，搞算那么多搞得太累了，对不对啊？对。哇，这就是我跟很多人说的，很多人说怎么该提高一下水平呢？那么我说，可能做死活题对你提高水平会有帮助啊。但是呢，再想想做死活题太累了，太累了。那我说没有关系，你下得开心就行。也不需要做死活棋。还有的时候呢，人讲呢，我说你这个水平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了。我看再提高了，你对手不好找，这也成问题。是。好，我们这个局部呢，要给大家看了有这么的变化。对。所以他点了一下之后呢，黑棋就没有去走那个。黑的就不便于这么来了。对。那么他也不去冲那下。对。他。对。好，等一下。这个棋呢就。从这个结果来说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说这个进程呢，说白棋不好大概没有什么道理，对，是不是？对，可是你说这棋黑棋就输了，这个我看谁还不敢讲。所以这个棋呢，实际上这个现在这个棋啊，作为黑棋来说呢不乐观，但
但是呢也不必太悲观，可能还是一个漫长的期。对，这个其实范廷宇他就是这个风格，就这个风格啊、嗯。我们再看几部。对，这个地方倒是大家要学习一下啊。很多人觉得被一搬这个棋是不是就活不了了？对，但是白棋它这里面发现的生命力很顽强。嗯，这个地方呢，因为又不要看这个局部啊、嗯，其实这个东西很复杂。下到这个地方，黑的这一粒，对，这脚上恐怕也不能说救活。走这个被他一走这个也是活了，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呢，有的时候我们做死活题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从失败中吸取经验。哦，这么杀杀不掉啊、嗯、看看那有他的要点在哪、啊、再推算，对，在这个反过来、嗯、这个反向思维再一想，没准就受到启发了。我刚才为什么给大家启发强调了一点呢，就是他离在这嗯这样活的，如果能够有这个概念，你就可能会啊，也算局部啊，也算突发奇想了。嗯，因为这个对我们爱好者来说啊，这也算奇想。对，他因为不可能的，就是平白无故的，就想到马上第一感就到这个点了。对，你平白无故像这样的，其实如果叫你想在这样，你敢吗？嗯，我觉得业余三段以下的人是至少不会有这个概念。对。你别看就这部棋，我觉得业余四段恐怕才能想着。嗯。好，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因为这样有一个结。嗯。但是呢，大家知道这个里面这个结啊，你也有负担。对。知道吗？所以呢，暂时他就不走了。这个结它还有分怎么打法的问题。啊。啊，还有怎么打法的问题。对。所以你还有怎么个打法也有问题。对，黑棋它如果要。就是不伤自己的话呢，他就往那个靠一个啊、嗯，往哪个里面靠？往那个点上面，就这是啊，往这里哦，这样子打这个结。对，这也是一个也是个结啊。所以说呢，我们实战当中会出现，我们可以先有这个结呢，他因为不能走别的，他必须要走这个。对，阿哥呢，你这么一打呢？他走这个，但走这个他活了啊！这个结呢，就是不伤及外边，对，不伤及外边。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打完结之后，对，对于白棋的这个损失也小，损失小，双方损失小。嗯，好，
那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况以后呢，现在是能黑的走，轮到黑棋下。嗯，黑棋把这个逼下来，逼住。对，比较黑棋要注重这个点的这个损失啊，要追究你，追究你。对，追究这个问题。白棋，白棋。哎，这个没走，哦，脱线了。好，现在要轮到刘世振多劳动一点了。因为刚才大家知道这个，大家也可能爱好的觉得这刘世振老师有点不恭敬啊，怎么见到老师在这儿搞，对不对？没办法，正好讲棋啊，因为在这个方向。是这样的，我们这种讲棋，某种意义上讲，世振呢，可能还要担负更多的责任。为什么？我们的前面有两个显示屏，嗯，我那边看到，有时候我跟大家讲的这个，你看电视放什么了啊？要放什么？我看到他看不到，因为他不能这个转过身去看。反过来，我这个点显示屏是这个他现在这个实战的棋谱都在这个地方。对，我们现在跟他没有赶上进程，我不好老回头看，责任在他那个地方，所以他那个地方呢，正好今天前半场都在我这边，所以我就显得没办法多劳动了。现在轮到你了。王老师这个说的这个太善解人意了，因为很多可能在想，我怎么在那站着不动，王老师在那摆棋。因为根据我们转播的这个要求，如果我站在这里摆棋呢，可能挡住他家的视线啊。所以我们尽量的以个人负责一边为这样的这个转播方式啊。他走的是这个，嗯，这个也是在二楼吊的时候，大家说也是一种常用的手法，嗯，这么逼住他先尖一下，嗯，然后再尖出来，这也是一个常见的局部手段。对，原本王老师我们一直在想啊，就是白棋这边呢，它上就是黑棋的效率很低，那么从直观的概念上呢，我们觉得白棋是不错的形式，结果呢它还是下的还是很积极啊，这就是我觉得这两个风格也还是有体现。嗯，前天那盘棋啊，你看看朴天华这个形势当然开始不一定那么好，但是有两个顶啊，都是我们一般不容易想的。对，就是韩国棋手在这种战斗的时候啊，或者说在有点逆境的时候，他的这个刀法啊，比较的顽强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进取心很强也好，所以这两个棋风可以看得出来。嗯，那么黑棋，嗯，小吃这子要挤掉，白棋走的是这个，嗯。那个脚上啊，大家注意，三三点的他就放弃了，他没有在二路二虎，是吧？他就认为我白的这个走到外边就可以了。黑棋直接走了这个。嗯，黑棋如果切一下再尖出来，也有这种下法。嗯，但是他走这个的话呢，相对来说更加宽松一些。给白棋如果切的话，他要切在这个地方。嗯，这个也就是他不愿意走这种俗手。俗手，对，我们职业棋手，职业棋手大家注意啊，就像这样的，黑的往上贴，要如果再这样走，这个是我们讲的叫夹道欢送。嗯，这个夹道欢送为什么不行呢？每人一丝只能走一手棋，你要夹着人家，你永远得走两手。我经常跟那个不会下棋的人开玩笑，我说他问学围棋有什么诀窍，我说我只能教你一个诀窍，最简单，你不会下棋也能赢，就是。他走一个，你走两个，而且你还要注意，你永远是夹住他走。本来不管走哪，你都夹住他走。我说这个你虽然不会下围棋，你能赢他。嗯。如果你不是夹着他走，即使他走一步，你走两步，因为你不会下棋，到最后高包还是也不一定啊，还是只要会夹了，那么就是我们来他们下，不会下棋的，我们也赢不了他。对。所以我跟大家讲了，就是告诉你怎么呢？我们告诉人家说，你只要把他夹住，你就赢了。那就是说这个夹实在是一种最笨最笨的办法。笨的下法。所以高手呢是不能这样走的。高手是肯定不能连走两步，你不可能的。走这个。白棋先吃个子。对，这个给人的感觉呢，好像这样的白的应该是也可行的。啊，白的先吃掉个子，白的先给自己留下一条活路。对，他已经有了已经活路了，而且外边还没封上。嗯。这个地方又要我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范廷钰，真是这个功夫真是深，不骄不躁啊，就这么老老实实就得吃，
这个王老师，就是按照我的理念，就像我们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都是以攻杀为主的，尤其是碰到这个高手的时候，我们想在战斗当中可能机会会更多一点。对，范廷钰正好跟我们的思路是相反的。我正好前天啊跟他们议论这个，就是有的这个棋手啊在那边议论，讲说这个中国的女棋手，甚至韩国的女棋手都比男的还更凶，这攻杀更厉害。结果有一位这个我们的林将军呢就发表一个见解，我觉得哎呦，我说你还能有这个想法，这个他说什么呢？他说女的为什么凶，他说还是有一点自信方面的问题。他就说我跟你如果这样平等的这个持久战打下去，我弄不过你。哎，对，弄不过你怎么办？那我就要凶一点，你跟我女的下，你敢跟我玩命吗？你万一输给我了，我这个输给你六成，你有四成把握，你六成把握，你不一定敢跟我四成的拼。对，所以渐渐渐渐的养成女骑士，反而攻杀显得好像跟这个女性的这个本身的性格不太吻合，对，或者说你的这个生理啊，或者说你其他方面的这不太匹配。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对，那我借这个什么方面呢？就是像范廷钰这样的人，他虽然年纪轻，段数低，几段，三段是吧？三段。但是实际上他有充分的自信，自信心特别强。对，没有这个自信绝不敢那么下。白棋如果现在做活呢稍微有点委屈，那么他总想这个先出来了。对，跳了一个呢，也给将来留下了一点问题，就是黑棋可以这一般呢他整体是不活的。对，但是这个高手先萎缩先吃亏的棋他是不干的，他是不愿意的。而且他呢主要还有这样一个战，主要这样有个词大家注意，这有一个长的这个借用。对，黑棋要分段或者要封住它都挺难的。黑棋这又令人吃惊啊，这个题对，这真的令人吃惊。我看到这个棋的时候，我这个这除了这个赞叹，他怎么还棋还能这么下啊，我真的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形容。因为大家看看你这白的打进去以后，你看先留一个活路，他跳出来一个什么都不对，这个词因为按道理逃出来也不怕，这都是什么呢？都是一种后发制人的态度。我都自己走了，我看看你不走，一会儿我来收拾你，是这就这态度。但是这个下法刚才施政讲了，在他年轻的时候不能想象，现在到这个岁数了恐怕也不敢下啊。对啊，更不会了。这实际上很难跟大家讲。我为什么讲这个话呢？我能说他现在敢不敢下呢？就是实际上下这个棋啊，比某种意义上那种攻杀一条路走下去，对，直线的棋更难。我因为到了五六十岁以后呢，有偶然下棋，他们就说哟，王老以前下棋是均衡的棋，咱们现在下的都挺凶。就回到刚才的主题，是自信不够，我宁愿就一条线我们就来吧，这个我还能够反正就一条路走，闭上梁山了，我也不用看，也不用左顾右盼，就直接往前冲，一左顾右盼算的就要多。你每一条路都算十步棋，那不得了。我假如就这一条路往前走，我就算二十步，那就这二十步啊。对，所以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呢？实际上这种棋啊，这个路很多，路很长，这对于一个棋手的要求，某种上是更难更高。对，这也是我就比较佩服他们的，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就能够把棋下这么全面。实在难以理解。那你没办法，人早上8点钟起床，就在下，下到夜里一点还在下，第二天要知道第二天大比赛啊。对，第二天有这个这么重要的比赛。我听到我也吓一跳啊。所以这个就说明他时间投入的比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还更多，要多太多了。更多白棋走这个，一方面围控，一方面还有点兼顾这个。他掉一个，他掉了一个。这个地方再打入可能有点激进了啊。对，掉一个。所以这种棋都反映出这个范廷钰的这个风格。对，分寸掌握得很好。这步棋也没想着。封盘后的第一手。哦，就下午续盘的第一手。上午大爷跟大爷讲了，上午就下这么多。我们是9点半下到12点半，3个小时下的。对，如果别的比赛3个小时下完了，
中心杯的时候三个小时已经完了，对，对吧？所以这个棋呢，这步棋，这个呢又是我们不一定能想到的，因为我们第一个感觉总是这个。然后呢才考虑，大家注意，不然呢靠出来嘛，才考虑这类棋，这是我们容易会想到的，追究它。嗯，对。而且忘了，我们有个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这边是厚的，嗯，那么我们从薄的地方往下棋，往厚的更加容易往厚的地方走，这样比较。这个棋呢有点往厚的地方走，嗯，所以这个确实第一感不太容易想到的。这实际上它的算路很深，为什么算路很深？回头我们可以看一看，嗯，它走在这个地方，白的拐，白的拐一个，这个将来啊，它这个棋啊，将来一接一接，它主要在这个地方，对。你要在你这个字放在这儿的话，你走到这儿的话，你看这个地方还有种种的问题，或者是被人你走的人被人一压，所以他那主要是要主要瞄着这个，可能这个时代引发的。对，这步棋看似好像速度慢啊，嗯，但是这个局部当中，黑棋走完这个以后，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就是这个棋白棋啊反而不好下了，感觉上。因为这个棋啊，假如走成这样以后，以后再一尖，黑棋就是这两尖，白棋是不活的。是，或者说白棋要活，有人，曹大元这个是现在这个带着范廷钰，因为范廷钰是我们上海人，或者说在我们上海这个入门的成长的，对，就是小时候成长在上海入门成长的，但是后来的呢是到山东队，嗯，这个他呢就在为这个死活在这想那个招，人家说这一尖不是不活了，后来呢他想了个招。先说想了这个招，你说不行，看错了。后来谁又想了这个招啊？不，他是想这个招啊。王老师，我先说一下，啊，就是他是说这个时候他说白棋小尖，他说活了啊啊。后来发现看错了，那小尖不行。啊，对，那所以他后来又想了另外一招。嗯，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就死活，大家不要这个轻视说死活，哎呦，你们职业棋手都是神仙，啊，死活一看就眼不不这样，比较难的死活。我们啊也是在这个要深入的计算，对，也经常看错。我们有时候啊不是你一眼就能瞄好的，知道吗？中间呢就曾经摆过这么一个图，是吧？黑棋小尖，小尖，哎，白的立是吧？小立这个，对，黑的搬是不是啊？对，黑的正常呢就吃掉那就很好了，但是呢，我们追求的是死活问题，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当然就已经大有收获了。嗯。就是本身就棋的进程来看，这样就很舒服了，但是这个大家注意，因为这个气流太紧了，这也是先手，这也是先手，中路先手，你杀他的话，一扳一走一点的话，已经活了，他本身已经活了，已经死了，那所以他摆的这个图呢，就是说这样是简单的活，对，不过，所以要我们追究吃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加进去，对，这加进去也没用，我本来第一感是加他一冲，一打吃他就是活棋。对，他打吃两下，这样的话呢虽然是三个，但人家打吃这个先手，这也是活棋，后来呢说这一扳，你看你要活，你如果再走我在这里打，对，你再打我提掉，那这个自己把自己眼填掉了，对，所以呢这个棋还是挺难弄的，看似这样子好像白棋就死掉了，我们先不追究外面的问题，哎，后来一说有这个是吧，有这个要吃棋没那么容易，你不太好吃啊，如果断掉，它断，对，这个你又来了，有问题了，你走别的不活了，对，走别的话，这里面一点死了，它还是很玄妙的啊，它又想成这种招了，这招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王老师不可理解啊，对，不可理解。那么你冲，大家知道，因为这样是两口子，给他一吃，那当然三个子，你再立下三个子了，那你得有点。点的话他一挡吃啊，又让你送三个字啊，所以我们摆这个死活给大家觉得，这围棋有时候大家觉得也挺难的，就在这局部看得挺小，就这样的死活也要这个有很好的计算，对，也有相当的实力，不是实力啊，你这个死活看不对了，对，前面的这个字画全不对了，对对对对，好，我经常说死活无小事，我们就看这个棋，也算是体会一下范廷钰这种招都是有的，有想法的，对，好。
我们现在就回到白棋拐，他先放着不走，他跟这个子呢稍微的做了一个联系，他是拆了个二啊，拆了个二，白的好像自己就走了一个是吧？他拆了个二之后，白棋走了一个很有内涵的棋，他在这里。这个我刚才只是在那个讲棋之前，我也问刘世珍呢，我说怎么这走一个是什么含义？刘世珍刚我给我回答一下，他就听出来挺有文化的。我这句话我真的没搞懂，怎么叫福在那挺有文化的？我要请教一下世珍了。他就是这步棋呢，他其实是有点兼顾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两个尖的这个问题。嗯，不想在这边受损。对，他当场补呢，他又没有好的棋去补。嗯。那么他不补呢，又觉得这边因为这边有点打吃啊什么借用的，他又觉得担心，有点担心啊、所以他这个棋其实更高效率的是兼顾那边哦。然后他走完这个之后呢，他对这个子多少也得起到点压力，嗯，他就追求效率，其实是。他搞的实际上就是说，因为我们讲的话说有文化，有文化就是人要有内涵，嗯，对吧？我们这不是就讲这句话吗？对吧？实在我们提高文化，实际上是提高我们的素养，提高我们要有一个内涵嘛，对不对？不是那种搞的都是急功近利啊，搞的都是这种啊，搞得很俗啊。对，主要是这个。那么这个棋呢，就是它是有含义的，有内涵的。所以呢，嗯，我们因为天天在一块，大家一定知道这个每天同吃同住同训练同比赛都搞得很熟，所以语言上，哎，往往使用一些语言，外边人家也搞不懂。嗯，这就是比较简练了。有的语言还需要翻译一下才行啊。确实很多，我觉得很多棋友啊，像这种棋，职业棋友像这种棋的，他是不太能够理解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不一定能够理解。因为我第一步看他这怎么搞一个这个，也没想着人没又没动力啊，跑也跑不掉，力也没有。本身看上去效率也不高，因为本身这个子它是死的，不存在就是吃的问题，它再走一个。啊，接下来。不过我在这儿补充两句。嗯。由于这个是朴廷桓都是世界冠军局下的，我们可能这个用词啊也要用褒义一点。如果另外一个人爱好者在那下上呢，会不会用这个词也有点问题。对，是有很多人，我就说这个同样的一步棋，这个如果是一个业余的小孩下的，可能要被我骂一顿；如果是鼓励下的呢，可能我说好，考虑好棋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现在他就搬了一个，嗯。搬了一个之后呢，这个棋就开始有，棋就开始复杂性出来了。哦，哎，这个就是说，我们后台的人觉得范廷钰，显出来有后劲儿开始出来了。啊，恐怕从这一步好像我就听到有这个，对，有这种有这个说法就是，嗯，这壶可能很多棋友会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手棋，咋吃这个？啊，那么想如果他再粘上，那么我再看这边走什么？笑了，那就笑了，这种打吃一定要小心。当别人虎的时候，尤其是职业棋友，当别人虎的时候，你这个打吃一定要小心。嗯，对，我们爱好者也要注意。嗯，当人打吃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叫吃，你就接住啊。这个爱好者互相之间下棋可以这样，我不想让你接住的时候呢，我也是先要提醒叫吃，那一看叫吃，赶快接住啊。实际上这个地方它是有弹性的，嗯，有变化的。这个地方，作为黑棋来说啊，作为白棋来说，他要防范一下黑棋这个做劫。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因为这个地方，黑子的子少，话说回来，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白棋的整个这盘棋的大本营所在。大本营所在，你也不敢把大本营里面让他搞一个打劫。对，那么一打劫呢，黑棋之前的那些招法，它威力就体现出来。这也不得了，这地方也不得了。刚才我们摆半天，这个地方劫财也不知道多少。他又有劫，然后自身又厚，白棋的劫不太敢开，他挡住。一起打吃一下，打吃完之后，他走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一步棋，他搬了这个。哦，他不是外边断让你活，对，轰出来。对，他一直其实他提这个的时候，他恐怕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嗯，啊，因为这提本身，王老师也说效率是不太高的。嗯，那么他一定要在这个方面埋下伏笔才可以。嗯。白棋不愿意就这么让他吃掉，是尖，尖了一个，他就啊，他哦、啊，对不起，他哦，对，跳反了，跳反了，嗯，啊，各位跳在这边，他是跳在这里的，
它双，它先尖的，它现在尖了这个，它是这样尖的，然后它顶住，然后它就顶了一个，反正这个棋它就要，肯定不能让它轻松连回去，连回去它肯定是失败，这个扳就失败了，对，它这个地方主要是大家注意，它对于这个等于是个有个先手要断，是两边有断的问题，这个顶也是比较难想象到的，难想的，因为我们一般都想着尖，尖这个，对，一般都想着这个尖，白的如果长，非得从这儿靠出来，对，这是一般的我们棋形容易想到的，是，这个顶，对，我看功夫很深，我想范廷钰也是觉得这个尖没什么把握啊，是，他走这个。然后他就起，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想办法断，这是肯定的。如果他粘上，对，但因为这有个扣打，对，这个打吃被提掉有点受不了，那白棋是只能走这个。他一断，他这个时候就具备断的这个条件了，这样白棋会比较困难，麻烦。所以白棋没有粘，白棋在这之前他点了一个，很巧妙。这个招很巧妙，刺人。对，确实是他气之前啊，他要再点你一下，让你吃的就有点心情不是那么愉快了。他送一个给你吃，你如果把它吃掉，那他就上他的当了。如果吃掉，他这个地方，他先不动。对，看上去呢，其实白棋啊，局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黑棋有这个棋，这个棋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黑棋这个地方利是好棋。不利的话呢，局部可能就已经对不好吃白棋了。哎，比他二路一般，你怎么都吃不了。他这样这个点无论如何吃不掉了。这样的话，白棋他有个这个铺完之后，他恐怕就在这里拐一个，黑棋就有点麻烦。要吃白棋这个子的话，他一走，人家一打吃，你粘不上了这个棋。黑棋有这个困扰。或者说呢，黑棋觉得这挡一个啊，味道太坏，也没有必要，实际上他就提了一个，不是有必要？人家刚才就你刚才这个图就吃不消了啊，对，就他就觉得反正有危险，他就吃不消了，提掉倒是挺符合小范的这个风格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白棋在这，在你吃我之前，我能二路点一下，将来二路拉回来，这个从这个棋的角度讲呢，白的是占了便宜。对，目数上肯定是占便宜。占便宜，因为这个棋死掉了，这个棋本来就是黑棋的空子，白棋长，黑棋断掉，双方形成了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总算吃了二十目棋。转换吧。走这个。对。王老师这盘啊，封这个了。这盘棋其实我一直就是从这个棋的进程来看，由于黑棋的效率不是很高，一直对他的这个实地有一点担心。这个棋如果算这三个子都死掉的话，感觉是黑的空，好像因为黑的空啊相对都比较小，就吃那一块棋，看着吃一块棋，那块棋全部吃掉以后也就二十几目，对，就当然这个角也就二十多目，所以这个棋恐怕也够呛。觉得如果这三个子就这么死掉，或者别的地方没有借用的话呢，对，可能还是不行。所以呢，他脑子还是要再往这个地方，还是要对打劫魂的这一块，牵扯到我们前面说了这个打劫的，怎么打劫？打劫的问题，对，是点这个打劫，还是走架打劫？加一个打劫，对。实战他怎么走的？实战他就加了一个，就是加了一个啊，真的就、这个、加，对，他加了一个。是这个，对，那就准备加，宁愿接打得重一点啊，加一个呢，就两个打劫的方法呢，其实都加他肯定也是，大家注意啊，走这个不行，走这边他一走你不对了，对吧？所以白棋要小心应对，白棋不要走了一个被进死了也不行，对，这一段，这个劫啊，其实作为黑棋来说啊，它的负担要比那个打劫要重。负的重，但是呢，如果吃掉的话呢，它就更干净，效果更好，更干净。所以说呢，这两个节各有利弊，要看这么走的话呢，其实对于黑棋来说啊，它就是要抱着打赢的这个信念。对，
对，这个打赢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气啊，白的这个气啊没有松的余地。要是这个呢，大家注意这个，这个呢它有可能是这样吧？对，这样打结，把它粘上，这是也是个结。就是这个结打过来，大家知道啊，这个白棋啊，它是气场。嗯。比如说它往这种地方打，你不知道硬还是不硬。你看一下，这是松着气的。对。你打这么结，你不能这样走，你走它还是打结，你只能粘住。就是它在这打，你只能粘住，这样呢，这个里边你也不是很干净的。嗯。刚才我们讲了，它这个呢，就准备。马上就给你打爆，对，是这样的是吧？对，这个结就是被白棋打赢的话呢，比较可怕，但黑棋损的特别多，对，所以黑棋一定要抱着打赢的这个心态。对对 对。白棋先提个，怎么办呢？白棋肯定是先提结，嗯，好，黑的倒接，黑在这里二路拖。哦，跟我们原来想的又不一样了是吧？嗯，他因为是打劫的问题，因为正常情况下被他一般是吃进来了吧，这个局我不能把王老师不是不我们先干搬，他搬你搬的话他往里长，哦，他有这个棋，这吃不掉他是吧？对，然后你粘上他可以冲，他两边是个气，他有个冲断，那么如果你粘上他这就加过，他有这个棋，这个叫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很麻烦是吧？啊，你立的话他就收气了，立的话他就往外一收，收气，你往外刨的话呢他就渡过了，对，嗯，所以还不能外搬。对，但是王老师本身这个拖啊，他就局部而言，他手段不是非常的，就是人家这样一走呢，活得比我们刚才那样的，对，他往这一顶，其实他就活得干净。一句话就是，比我们刚才那个白的那些图来说呢，白的反而容易干净。对，但是因为打结，他失望直接的就在这个地方，要很明显的看这个结。对，因为如果黑棋单尖的话呢，他是白棋是不活，但是他接下来找结比较困难。嗯，他现在是为了劫财的需要。那么第一个肯定要硬了。对，他说就提掉。嗯，提掉白棋，冷静的消劫了。啊，消劫了他。哦，不要了，就把你吃掉。啊，他觉得劫财打不过你，消劫。够了，是不是他认为够了？如果就是大家相安无事，这边大概65目，就是说还有一点后位不算，大概65目的样子，整个。那白的如果把这爬回来的话，它有将近60目。哦。加上这两块，将近70目。嗯，但是这块65目，但是这边还没算了。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再将近70目，黑的当然也有70目。嗯。70目呢，还有一点后位。对。可能是这样，练后位。贴木，感觉好像贴木是不是还是有点紧张？嗯，就是要看中间这个地方，白棋走完这个之后，他对这个拆二。有点造成了一点压力，嗯，他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大家如果相安无事，你把这个菜要琢磨好，我把这中间围好，对，就是说如果白的要封到这一线的话，白的肯定是够了，白的目数可以肯定想的够的，因为感觉就是不得了。黑的没办法，黑的现在只能消劫，只能把它灭掉，黑的先消劫这个。对，这个棋输赢先不管什么，给我们看的明白了，爱好者看棋啊，这个比较一目了然了。嗯嗯，其实现在，马上我们要跟上进程了。是吗？对，他们之后的中间这个棋啊，下得特别慢。啊，我们开始直播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就下到这里了。啊，我们讲了大概差不多1个小时，他们几乎没下几步棋。哦，那就是说这个打劫双方是很慎重的。啊，对对，他们在判断形势，其实看上去好像手段。很挺简单。对，如果我们单单看棋，觉得这个还没有我们之前变化觉得那么多。啊，对对对。嗯、这个到这会儿了，他们可能在反复的权衡利弊。嗯。权衡形势，现在我们已经跟这个实战快接近，快接近了。接近，我看。哦。白棋先把这个拉回来，哦、这个很大。如果他只是补中间，被这一小尖，可能有的收。
啊，那么这一拉回来之后，我觉得实地就造成了一点差距了。他因为这个小尖以后啊，你一个呢，你不走他大飞，你走了呢，他一路又搬了，对不对？张良就输惯，这个小尖特别大。对，走完以后，如果白棋把这个子连上以后，这一打这一挤还有点儿，还有点儿、这个、输目，输一两目，一两目的问题。对，对吧？还有点这个隐藏的一些目数，所以把白棋把这走掉之后，黑棋必须要在这个地方怎么削他了？对，要动点脑筋。小范还是蛮冷静，他先点了一个这个。哦，他在动这个脑筋之前，他还是比较兼顾一下自己的这个拆。嗯。白棋挺强硬的，白棋挡住。嗯。白棋这个棋如果小尖或者并这个，并估计黑棋这边就没有手段了，但是他挡住。嗯。这个他也要这个引诱你来走胜负手。如果你来靠的话，那他就靠这个子，靠这个子，恐怕又要跟你只有拼了。对，看起来好像他们没有怎么发力，其实这步棋在我们看来力量蛮足的。哦，因为这个棋啊，它就是黑棋准备好了，它这一点一靠是一个连贯的手段。这个像这种棋，刚才施正跟大家讲，就是说很强硬，很有力量，或者说要是刚才讲也是很有文化，对不对？内涵很多。为什么呢？就是这一步一走啊，大家注意，在这地方我是毫不退让，同时也引诱你来。嗯，这个结果又要刚才讲了，这句话要两面讲了。如果最后这个成功了，那就不叫引诱你来了，那就是这个。好陷阱啊！不叫陷阱呢，这就白棋自己找的。啊、你看，你本来可以稳妥一点，对、啊，你自己给黑棋留下了拼命的机会。嗯，当然，如果这个地方都处理得好，我们讲呢，就引诱他来放胜负手。这个棋、可以这么肯定，绝对是胜负手。胜负手，现在绝对到了胜负处了。嗯、白棋他也没搬，他尝这个，那这就是全吃你嘛。这态度很简单，对，就是我就是要刚才讲了，我利用这个一个拐头。很硬，这个地方呢，因为我这个也是这个图藏在那嘛，这也是很硬、我就要准备全吃你了。不过这个棋，就凭我们如果眼睛一瞄啊，是这样，单凭肉眼嘛，对，肉眼一瞄呢，感觉呢总是黑的风险大啊，是因为白棋外面确实对，黑的很难跟自己的这个远水救不了近渴的。如果这个棋小范、还要把飘天环给都掏掉了，这个以后啊，两年之内啊，这个飘天环我看见到这个小范、不敢跟他下了，会有心理障碍。不敢跟他下了。这一次还把我给那个的，这个我斗不过你，你把我掏光了，我估计够呛。这个棋黑棋一并，白棋也没有退路了。对。白棋以后如果只是顶了搬过。这个他被便宜了很多、那么他至少要在外面赚比较大的便宜才行。对，这个棋是你死我活来了。嗯，我有的这个讲棋啊，我跟他今天用我们的讲棋，不管他下到几点，反正我就站到五点，对吧？这个棋因为电视台没时间了，有时候呢，这个围棋频道那边这个要讲完，假如有时间给讲完的话，下到这个棋呢，我就高兴了。我说这个棋啊，不可能再继续。要出结果了。下两个小时不可能了。嗯，因为这个地方要。胜负手一来，那你吃掉嘛呢？小范投了，吃不掉，这个白控恐怕已经没地方比了。对，是吧？因为这个现在大家知道，这是两块吃的是牢牢的吃住了，不可能有翻的地方。您找劫，大家注意啊，顶多找劫就能找一个劫。所以已经吃得死死的了。那我们刚才讲的是白的要算的差不多，算到这一线嘛，这都吃掉这棋呢。我们刚才讲的细棋是细棋的样子，是吧？对。所以呢才引发出黑的掉一个，白的是不肯尖也不肯并，就这地方我不能够退让，棋不是说也很多。现在这个棋已经同步了吗？还有几步啊、还有几步，我们跟上镜头，他走这个，先切断跟这边的归路，这个地方，哎呀，这个做眼的角度，我觉得实在有点点
感觉上黑棋就是如果只靠做眼的话特别累，他得想办法突围才行。那就是说只有像这个地方走走或者站在这个地方弄弄，考虑到什么呢？考虑到这样一个冲断，跟大家讲，我认为是要利用一下这个。对，要利用一下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冲断，没有这个利用啊，单单在这地方走啊，好像相当的累。我的直觉也是这个棋黑的拼的比较厉害。这也是胜负手。胜负手。所以我们讲胜负手，大家注意啊，就是拼命的招法。我们因为习惯，这是从这个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那个时候啊棋谱少，我们确实是看日本棋谱多一点。这个日本的棋手，这个平棋，因为它有很多汉字，日本文化。是我们汉文化的一种这个传播，或者是他们学习的地方，所以他们有很多汉字，所以呢，他汉字写三个字就叫胜负手，或者是还有一种说法叫胜负师，啊，对不对？对这个过去对这些像我们林老师也来了，林海峰老师到日本去，也出生我们上海的，后来呢去台湾到日本，今天也在这里。哎，林老师那时候这个棋人家叫胜负师，就是什么呢？他胜负把握得非常好。均衡也好，或者判断也好，这个叫胜负师。所以这两个字呢，是从日本引的。胜负师，像我们，如果我们讲起来，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汉字上，能理解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拼个胜负，对吧？胜负手就拼个胜负。如果这个通俗一点讲呢，我就拼命的招法了，对不对？对，拼命的招法。对。因为这个胜负手其实内涵更加多，更有文化一点啊，像是。这个棋，第一个我们大家可以看呢，是冲断的事情。嗯。哎，断。冲断。嗯。冲断，我觉得打了一压。对，打了他冲出去。对，大家我们就看这个地方。为什么我刚才讲的，他一定想利用这个地方？一打，如果白的长黑的一压，你要是一断的话呢，给在这个地方梆梆梆一打，可能将来对这块棋。本来是厚，但是如果你要被他这样一包过来一打，可能这块棋要有被攻的可能性。对，如或者黑棋实在不行，他有他这个走完再打吃这个，再打这个，也有就是开始有往这边连的迹象。哦，也有劫或者什么之类的变化是吧？对，就是这个棋，白棋如果就硬冲断，就是黑棋跳啊，白棋就硬冲断，他首先可能第一感就是否定了已经，第一感上先否定，就是说、先看一看最笨的招法。如果说对方这个最笨的招法都能行，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就不叫胜负手。对，对不对？你这是什么胜负手啊？人家这么简单的应，你就只有负没有胜，那哪有胜负手啊？所以呢，只能叫这个败招了，只能叫败招，对吧？胜招已经没有了。所以冲断呢，冲断应该说黑的不怕才对。黑的不怕。白的走的两个棋都有点意境啊，他走在这里。本来这个棋像是飞的，他两个使出两个大飞。哦，远远的。他远远的。把这个网啊张得松一点。我们有时候讲呢，这个网，这个鱼死网破。这个词大家我们中国人也都是很熟悉的。对，所谓的鱼死网破呢，就是什么呢？这个网一定是绷得紧，太紧，它这个撞上去，你要么把它往进来，它冲不出去，对不对？不过如果我们的网很大，就没有鱼死网破之说，因为什么？这个鱼在这网里面走游来游去，还在你网，最终还是被网进来了。所以呢，我们讲的松的，这就没有鱼死网破之虑。紧了就出现这个问题。主要他这步棋啊，他还有点瞄着你这个小尖出来，你这个拆二的这个意思。万一那边出问题，我还有一个看看从这个方向来能不能把这两个字吃进来。这个因为怎么呢？这个你一压，他这样搬，对不对？你当然可以走这个，让他吃小一点，也可以走这个，能吃小一点。不过这个棋。要吃小的话，可能这边更重要。对，这个棋黑棋也不能够太，就是说放弃太多。白棋这个地方它被破掉了大概20目棋。白棋以后一顶一扳，其实还是能扳回来的。那么这边如果损了多的话呢，白棋这边的
可以损失可以被弥补回来。嗯，王老师，现在还有个问题啊，如果说这边被走过来的话，把黑棋这块棋还没有完全的活，就是这块棋，对，也没有完全的活，他一冲哦，这样有个拐之后，嗯，一走一走，将来有这个点是吧？嗯，相对来说，我觉得黑棋会。还是风险多一点，风险多一点。我们感觉到，毕竟是胜负手啊，感觉到这个拼出来，这个从外表上一看就应该风险要更多一点，风险大于机遇。但是为什么这么走？就是判断的结果。凡是胜负手，大家都注意，胜负手放了，就是感觉到我平平常常走，这形势我不太乐观。他走的是这个啊，靠了再搬啊。接近，它是连扳的，我们这几步棋就跟上进程了啊。嗯，它打吃，那多半将来要靠这个招法。他是试了个应手，他是走这个，他打完一个之后，他贴这个，要求注眼。对他以后单挡这个有活棋的。迹象有助眼的可能是吧？也还没有眼呢，单挡人家就并了。哦，并这个要并这个。对，你要并在这里，并在这里，我以后有个冲断，这个冲断完了有个气紧。嗯，还有他这个挡倒是挺有冷招，对，挺冷静的。冷招，不易察觉的手段。白棋在这个局部啊。确实，如果说抛开这边的因素的话呢，白棋真的想要吃这块棋不是很容易啊。只有这样，我们在这个胜负手的评价才恰如其分。嗯，就是胜负手放出来了，对方绝对不是轻易就抓住我的。但问题在于白棋这个尖，我没有想到，就是黑棋是怎么来扛过这一下。那扛过的最简单的扛就是这个扛。是。只能这样走，对，因为你这个压肯定一般太简单了，对，只有这个冲了就退，冲了就退啊。他实战就是这个。嗯，我不知道他如果这么退是不是可以扣攻不够啊。如果他走这个，嗯，还只能退。嗯，因为你搬了他肯定就断掉了。如果是这样，那白棋这个地方他一顶一扳，他能扳住你。我这个要看他们实战怎么这样。现在我们应该是跟上他们的进程了。范廷钰这个脑袋伸得比较靠前，他一直是这个状态。这个感觉上呢，如果这走上三四个了，一二三四了，这个棋大概不能再吃了，因为本来这个是黑的，大家在这个位置离得远。现在如果这个走这走了好几个了，这个就不能再吃了，嗯，对吧？那就是刚才讲了，把这个吃掉，能不能从后边把它收住？对。不过你不能两边都走到。对，只能走到一个。你要吃这个的话，你就可能要吃也只有吃这个了。现在啊，是现在他吃这个，黑的可能不一定敢挡，挡住的话，他这边有先手的话，嗯，正常情况下也黑的也就是在这边。直接是不是在哪里先靠？嗯，黑的是走在了，或者是走在这，或者是直接把这个走上，考验你一下。哎，这个挺大的，这个。嗯，因为自然这边走不好了嘛，我就那边。黑的不愿意这么弃子，啊，走的是这个，更加，显得灵活性一点，对吧？嗯，显得灵活一点，因为你要走的话，你得走这个，他一挡。你吃他呢，到底是接呢还是这个吃呢？这个也是。
it's all a little too much for him.这个招真的是个冷招。这一挡一挡呢，白棋不能吃，这地方有一个这个打吃的。对，这个棋没有怎么，因为你考验你不知走哪儿。嗯，正常情况下你是一定还想分段嘛。对，想分段，分段被他一粘的真的不知道走什么，这个棋是很奇怪的地方。王老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用时 啊可能对朴廷桓有利一点了，因为呢，他可能用时比较多，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白棋相对来说会就是占据稍微的有利点的地方。那么如果他没有读秒，有读秒的时候他可能会乱，但他可以用目数来买时间，这是应老先生的应试规则的一个特点。对，因为应老先生呢是一位实业家，以前呢是银行家，所以他对于这个等价交换这个原则大概脑子里面根深蒂固。他一想，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用等价可以交换，为什么我们这个棋盘上你们一定要一读秒没时间了就判输了呢？嗯，对不对？我们这个也搞一点等价交换的那个，你时间就是金钱，不是我们有这个说法吗？对不对？所以呢，围棋上的金钱是什么呢？就是木，就是木数，就是木。他就想着这个绝招，这绝招也都是我们棋手是绝对想不着的，这个我们一般的规则制定的也想不着这个人，所以他就搞一个这个办法，两目买30分，我也不读秒了，读秒的话呢，一手一步棋好像也影响这个棋的质量，第二个呢，这读秒呢，有的时候是不是还要人为的去读秒，就是裁判还是麻烦啊，有干扰，有麻烦，还要裁判来裁判麻烦。所以呢，他就想着这个招法，3.5个小时用完了，你就花两目棋，你如果赢得多了，你不怕，你我两目四目六目我买就是了，我的棋赢那么多，我怕什么？这样呢，他说这个棋质量啊有保证，不怕你们去搞什么名堂。有一个半小时这个充分考虑，那一天前天，朴天桓据说就花了四点，花了四目棋的代价，对，花了四点，换来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但是他也不是无限期的啊，这个应老先生说最多只能3次，一个半小时，你钱再多，对不对？你也只能花6目，再多了，这不行了，对，所以呢。朴天桓花了这个4目，可是这个4目啊其实挺大的，就是说一旦发了目以后，往往这个棋啊不能走细棋了，因为你本来黑的就要贴8点，你有那个4点进去就要贴12点了。那刚才刘世珍那个招法来了，说要赵志军说干脆我们贴13目吧，还真贴13目了，真的来了，所以这个棋呢，时间到这会儿也还是重要的。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啊，就是如果双方都罚6点，那么一共啊可以下10个小时啊，双方在一起可以下10个小时，也就是说最晚早上9点半开始，中午1个小时封盘。可以下到晚上8点半，迄今为止只有一对棋手差到这个，就差不多啊，胡耀宇和邵友刚昌棋杯的时候也用的应时规则，嗯，他们下到最后一个人剩下6秒钟，嗯，一个人剩下27秒钟，嗯，就是创下记录的，一个半小时也都时间都买完了，全部买完了啊，就是再玩就超时了。胡耀宇剩下6秒钟，邵伟刚剩下27秒钟，这个拼的真够厉害的啊！这个是绝对是属于白热化。哎，现在这个棋真的，贴回来，他主要是还是不想给他那样贴回去。嗯，他因为走了一步棋啊，没解决问题。对，走了以后你还得走。范廷钰还是想了挺长时间的，他往这一贴。这个棋不贴被白棋一扳，这个拆二被吃掉，我觉得实地可能不足。嗯，他先把这个贴回来，也继续延续他进攻的态度。这个子是不是已经连回来了呢？如果一跳你一挡，
搬是搬不动的，搬不动，已经连回来了。这个字已经连回来了，就是说白棋这个退是不是先手，黑棋敢不敢继续不应。还是蛮复杂的，因为这个顶白棋还是先手。不是，我觉得要退的话黑的不能够应了啊，再应这块，因为为什么呢，你退了以后将来你跳啊，他急了有可能会这样有挖啊，他有个挖了顶， 对可能有做这个东西，做一个结，这个就他不是你我走这个，你我一定走这个，对吧，有走这个的话呢，你这是绝对先手。还有一个呢，假如这样有一个现在对这个已经有威胁了，再走这一个黑棋，如果这个还是活的，给人的感觉啊好像这个老天有不大公道似的啊，虽然不能讲到天理不容，但是实在给人感觉太不公道了。说这个地方一二三都已经走成这样，你这个棋还能活，这个大概应该是没道理了。所以估计掰的这个的应该不是先手，可能现在黑的这块棋啊，按你讲已经有了这个，对他就已经是威胁了，已经有挺大威胁了，我觉得。王老师，我们可以来，我们来看看吧。我这个棋他不清楚他是不是需要跳一个，跳的话呢他这个地方要利用这个先手，就是这样。我们就刚才看你那个冲断的那个结果，对，因为走到这样的话呢，首先大家知道是不能走这个的，走这个被他一团，这个是个先手眼，那这样一个后手眼就活了，所以要走的话呢一定是走这个，走这个也不行，走这个被他双打，他只能走这个啊，白的只有走了一个。对，不过但是也有个王老师，他能不能点他走这个，他这两个子不是说哦可以不要，那我先打吃你，对，他先打吃我，这样打吃你，尝这个可能是吃不掉，尝这个不行，他走这个，对，你那就是看刚才这个冲断的结果是个什么结果。这个冲断我的黑棋有七下，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是有存在收气的问题，走这个不是仅仅收气的问题吧，我这里黑棋没有了，不是仅仅收气的问题，打吃对，不是仅仅收气的问题，因为你一走他这一打吃一走已经接不归了啊，对，我说白棋就补这个，他这个不补这个他已接了，这他会了，我就会了，不要说他了，我就会了，这样挺好，我觉得是不是啊，这个气黑的也长，这个白的在里面放不出气来，所以我们就可以大家就是如果这样吃不是简单就能吃掉，那这个都给你，好，黑的可以过来一点，白棋他能吃在这里吗，他实弹走了这个，他是必须只有这么走了，吃这个一打吃一提，捞掉，那也可能他不用提，他走在这儿啊，走在这儿，对，因为这中间已经没眼了，这个的话他最简单的还是破里眼，他把这个眼破掉，如果不把这个眼破掉不行，他粘上这个是先手，对，味道，所以他破里是破，如果这样也不对，他得铺这个，嗯，铺这个的话黑棋他最凶的是这个，也对，白棋这里也不是说就那么干净，我们先看这个，在这是不是眼，而且眼的话还得先手眼才行，对，他得先手眼，黑棋他就来这个，你来这个，这个味道也不好，这好像要吃也味道也不好，至少也不是说看得很轻，这个棋我们刚才看的是刚才走这个的是
是要出问题了，是吧？啊，这个不行。他接。对，这个黑的可以粘这个，这个粘是先手，这一断完之后就要冲下来，所以黑棋白棋确实只能那刚才还是提吧。提这个。嗯。提了你提又再铺。啊。自然要铺在那边嘛，这个棋棋在这个地方，这个眼位它基本上没有。如果能这样的话，黑棋有点危险。凶多吉少吧。有点危险。因为现在你再走这种，他就跟着走了，这个眼已经不对了。哎，这个已经属于到了这个生死时刻了。实战我看看我们的这个是不是都已经有了？还没走，他就只是打士在这里。哦，所以小范。这样的是这样的。小范，因为我们刚才是已经比超越他的这个进程，所以就这么一打了，给他看了演示了一下，简单的一打一提一吃，他就一搂，你走了再一扑。王老师他就是这么下了，是这么下的是吧？对，这个好像就我们看不出黑棋有别的什么别的。哎，对对，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是肯定是没看对啊，是这样。好，我这确实是这样啊。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讲棋的人立场是肯定是有倾向性的，立场很鲜明。对，我们他如果扑这个，他如果不他打这个劫行不行？那你扑他打这个行不行？他再走这个，他如果走这个的话，黑棋或许有点不一样，至少有个打劫。我打了一长，这贴一个有个打劫，至少是。但是我不知道劫财怎么样。啊，已经有点名堂，也不是说啊特别清楚。因为他只有这个打，这打好像更不行。嗯。打了的话呢，你要走别的，被他一提，你假如走这个，哦，他就打这个。嗯，走成这样，现在白的做一下思考，白的挡着这个，嗯，白棋还是挡住，那白棋局部啊，他或许觉得可以跟你打劫，那因为你只有打这个，对，单走这个现在不行，对，如果你粘一个跟这个交换掉算是，然后打这个。可能这两个不能交换，他还是不交换好。不能交换，他要顶了顶这个。嗯，顶这个也不好，还是先打。对，只能是先打这个，就是先保留这两个。嗯。打这个，白棋我觉得会在这里走。如果你提他走这个，会不会就跟你做一个，就让你做一个打劫活？他一提你一粘，他把这个一点你一扑。对，这个顶掉还是挺舒服。嗯，他团这个，好像你不敢吃他了，就又打劫了，你不敢走这个。对，白棋就自己再补一个。嗯，打这个劫。对，你只有在这种地方尝一个，退一个。嗯，这棋呢，黑的如果能做出个劫来，我觉得黑的还可战，对吧？因为顶多就最后吃到这个嘛。你白的要，白的要找这块劫死，他们这个是不是？对不起，那个朴廷桓刚才虚晃一枪啊，那手放到这儿又拿回去了。哦，他没这么下，他没这么下。不是，他一看可能苗头一看，就这种打劫活，给他能简单做了简单打劫活，不进那种关。他还要再演算一下。嗯。啊。这个看样子，我们如果能够在这搞一个劫的话，嗯，黑的还是可战。黑的，毕竟这个目数还是捞到了不少，捞着了。这个胜负手啊，主要在这个中间把它这个目全给弄走了。还有一个呢，大家知道这外边啊，它付出的代价对黑的没影响。你外边走的再多。刚才这样提一个，你在哪怕将来甚至把两个都提掉，对他的影响不大，他只要把你这个木给破了，
现在就碰碰，因为刚才这两个子被吃掉，王老师，黑棋的目数又捞回来很多啊，又捞回来很多。如果再被顶到这里，对对对，那么白棋的目数肯定是，白棋如果再把只是吃这两个拆了的话，嗯，黑棋就可以接受。因为当初我们大家看到，我们本来是这样算的，都是白棋的目，对不对？你现在的话呢，就是这个目，这个肯定比不了那个目，而且我们曾经算到这一线，觉得呢黑的可能天目有压力，对。但也能收，对，也差距不大啊。那如果现在变成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想象呢，大概黑的应该是目数肯定有赚，对对对，啊，有赚头。所以这个棋，范廷钰应该说还是少年老成，找到了机会了。对，在这个地方搞，竟然就是这样，这种硬来，这还搞出棋来了，搞出劫来了，那就是成功。嗯，现在当然我们跟大家讲，因为大棋盘讲解。就有这个问题。第一，我们看这个大棋盘，我们经常要讲的要胸怀全局。下棋的时候啊，我有时候跟小朋友讲，尽量的要稍微眼睛往后退一点。就刚才我们看范廷钰也这样，头这么埋着，这个不是个好办法。只有很紧张的时候这样埋，因为你埋着，你就只能看局部。对，我讲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呢？就要有我这给这个失阵呢做一点铺垫。我呢，因为跟大家讲的这个岁数比较大一点，判断不清啊，或者说看这么漏呢，大家可以容易理解一点。这王汝南老同志，对不对？这你要万一看错了，失阵呢，还是当年。但是为什么讲呢？就是你看这个大棋盘，大家知道，他站那么近，他不能坐到你们的位置，坐到你们的位置看着大棋盘合适，站他的位置看大棋盘，他永远看不到这个，就叫那个全局啊，都能够了然在胸。所以呢，往往会对局部的还能容易看，对全局就容易这个有疏漏的地方。嗯，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大盘讲解有很大一部分精力，实际上是我们在语言表达方面，因为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想的不仅仅是我要看这个棋啊，我都要看这棋，我得把它传达给各位。对，我得在什么时候跟你们讲什么。棋讲出来不合适，用词讲出来也不合适，所以呢，我经常在讲，大棋盘讲解就是话语权交到你手上，你有这个话语权，但是这个文责要自负，你讲解你就要自己这个负这个责任，难免也有讲错的时候，有疏漏的地方，像现在这个棋，确实我王老师，我也觉得现在可能。蛮紧张的，他没有挡这个啊，对，他又走到这里来了，啊，他又到这里，他刚才觉得万一被我们刚才这个东西这个打劫，他也盯不住啊，他觉得我那么从这个细节上我可以看出，朴廷桓其实他的心理还是产生变化的。嗯，我前面刚才我们也是足还是这个，对，我们铺过这个，这个，对对，我们铺过这个，他还有黑的还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就是也。战斗也挺激烈的，至少就是说这个黑棋我们本来是觉得有点为难的时候，现在搞成这样的时候你判断不清，对，肯定也是一种成功，几率在增大，增大是吧，头绪肯定是更多了，我觉得恐怕就无条件吃黑也还是不容易吧，就打劫我觉得总有，还看看这个，主要还是这边，就是走完这个之后这边的问题，但现在这个打劫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啊，因为黑棋你如果不走他这个冲断总是打劫，你不把这个黑作为黑棋的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啊，想没法动，这铺也是铺不了，所以只有靠这个劫，这个劫就是很复杂，很多棋友就说最怕打劫，别人跟他打劫怕，他跟他打劫也怕，我们现在第一个要看什么呢，最简单的看法就是白的算这个就打不过你，算粘上的话是什么情况，我们稍微摆两步，是不是我们跟他们也同步了吧，同步了，这个小范老范在想好像挡着棋盘多一点啊，小范这盘棋从我们开始的时候他挡着棋盘时间就更多一点，我刚讲了他呢，小范好像听见了，就往后退一退，我刚讲了这么棋盘挡住，因为一门住一门，他坐在这个位置啊，如果把这个棋盘脑袋一低就会挡到这儿来了，
电视播的人我们就实证的他看不见了。可是我刚讲到这儿呢，他就可能就往后仰了一下，仰着看一看，你就看见了。但是这个时候不自觉的，他就会啊往前一盯，因为呢这个时候他不想着全局了。对，这时候没有全局了，他就要盯着这块棋，他就离得近一点，觉得会更聚精会神一点。这就是会脑袋啊就往前那个，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判断形势判断的时候呢，一般这样不行的。对，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计算的问题了。嗯，这样给他一尖是个什么，他这个将本身一冲一扳提掉，就存在就局部就会就有结了，有一定的问题啊。不是啊，你如果打了尖以后你一冲一单，他拐打了就出去了啊。不是，他粘上这个的是吧？对，就粘上这个的哦。啊，粘上的还往外拐。对，他还是有个拐了扳了提掉这个。哦，还有问题。还有问题，就本身局部是有问题的，就粘上，最终归到还要归到这个结啊。这个结恐怕是两个人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就躲也躲不过了。对，两个人都躲不过去，躲不过了。嗯啊，黑棋不可能粘的。那粘的，对，粘的就是粘的话，因为也没有了，被人家补一手，永远做不出两个眼来。那黑棋如果可以粘上，如果白棋先打吃，他如果这边能够连上，也是一个。但我觉得他不知道可不可以连，就是能连上吗？他现在要考虑这个棋，我们在大棋盘前，我们真的这个头歪着看啊。要计算清楚很难，确实看不清楚啊。但是那这个打劫啊也有它难的地方，那这个劫其实能把白棋打回去肯定是好的，打回去哪怕就是走刚才这个也可以，但是这个劫黑棋有什么特别合适的劫材也是个问题。他会不会是这样，我再问一个问题，他会不会这样直接走呢？直接走这个翻这个是吗？啊，打吃这个。对，打吃他可以打了提掉，哦，不一定行，也不行，啊，不行，他得要搬到这个，所以这个只要被简单的提掉还是不行。对，或许他我们要纠正一下王老师，或许他也有脑海中也有这个粘的可能性，粘的概念啊，粘的就是下一步就像这个我们刚才这个招法来了，哎，粘这个，如果白棋只能走到这里，嗯，他就一冲，对，他这个招法来了，一打吃一走，这样的白棋还挺重的，打赢了劫了之后白棋这边还要死。嗯，问题是行不行啊？白棋这个顶是肯定先手，这绝对先手，那根部不能被这么这不能这样跟上这个端了啊，这个不行，那大不对了。我感觉这个棋虽然咱们打长考，从棋的进程来看，我们把这个因为已经跟他那个了嘛，我们还有这么五六分钟了，五六分钟时间，啊，刚才我们跟大家把这个木啊大家点一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二十四到这三十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十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五十六五七五八算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七，这块棋就是实实在在的，像这种木都没点，六十七，再加上如果这种木在这呢，也是将近七十木棋的样子。黑棋木这一串木还是很大的。对，七十木呢，这个算四木，这算了一两木。对，那个算两木，就是七十六木啊。那么白的呢？白棋点到这一线的话是四十木。四十木。就这边不算，点到这一线是四十木，啊。那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看多少？算一目吧。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这块也只能算十五目，那边四十几目，这边算五目，那不行吧？对，他如果因为这个还不知道怎么吃不住他，你吃不住他，你如果说只是吃的菜儿，我觉得黑棋机会比较大。嗯，我现在朴廷桓应该没那么简单，我觉得。嗯，他还是要想吃中间。王老师他是这样的，他还是走的。刚才我们确实要纠正一下，我第一感是没有这个粘的概念。嗯。但他还确实，后来一看，这个棋他冲了一下之后粘上，这个棋还是考虑这个参考图了。
那个现在很简单打结，现在就是这，我们要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白棋，如果白的补那一边，白棋打吃，打吃，对，黑的这边是怎么回事？飞，飞，我觉得白棋小尖，也没看出它有特别的。如果我冲你就虎，是不是？如果我退，你就粘。退我粘上，退我粘上。黑棋有利用，不知道有没有利用这种点的手段。那就是说这个飞不是简单的就行了。嗯。还有没有利用这种点？唉。我摆一个就是尖。他做尖，我冲两下。嗯。他冲两下。再冲。我的黑棋的。这个拐一个有作用的，这两个是哪一个呢？因为两个段。如果这样的话，我这一顶，可以。哦，有这个。对，如果你放我这个，如果你走这个，那么你这个顶没有，我打了一尺，打吃了一长出去。然后你补这个，我打吃完之后这一粘，这边也有个段，可能我或者说我这里再怎么这个不。哦，这个地方被你传出去，这个棋感觉 就已经有点失控的感觉。对对对，白棋就有点感觉就要出棋。嗯，还是很紧张的一个时刻。王老师，在这个紧张的时刻，我们要遗憾的说，我们的直播时间快要结束了。很抱歉。啊，他现在是这样，是这样。对，可能我们这个时间到了，我们有主持人上来了。嗯，好的。那我们任务就算。告一段落，谢谢大家收看。那比赛还在进行当中，胜负还难以决出，这个到底谁是这个今天的胜者？非常遗憾，我们的转播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这儿再次感谢电视机前的棋迷朋友们对本次比赛的关注。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他们。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围棋转播到这儿就全部的结束了。那么具体的比赛结果以及进程呢，请大家留意五星体育各档体育新闻。好，观众朋友，再见。